下车。我要下车，你还不下车？你还不下车？不下车。再不知道怎么开，你就去撞，不就是出去直直开就会到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这个才是在开车，你开啊，不是开车不能戴口罩，没有吧？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那你就不要戴了，没关系啊。啊！有起雾就好。对啊，我在呼吸，我的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一呼吸我就看不到。放下巴啦。有下巴口罩。对啊。哇，17度是什么鬼？看到别人的屁股，哇！这波镜子可以调整，太赞了。该撤离了是不是？你开呀，快开吧！右转，然后红灯再右转，然后直直开就你妹学校。好。那就不急，就绕他们学校一圈啊。我先熟悉一下我的脚。我要先吐两下。刹车前半段是装饰用的，还好吧？我感觉我踩一滴滴，根本没屁用。还好吧？你要开右边车道就好了。啊，我说右边车道可能会比较好开。你想开右边车道？右边车道有摩托车啊！摩托车，他们这里摩托车不多，还好。而且他们，而且右边会有人呐、啊。你要直走嘞。我说会有人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在右转？我说会有人在过斑马线。我又没有要过斑马线。你看，会有摩托车飞出来。哇、嗯、哇，右边有施工车呢。我
你还搞事情呢、欸？怎样文体？那你喝？不会啊，你还过得去啊？你想要我撞车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就慢慢开。你就直接往左边就好了，在搞事情。那你等一下，好好，因为这个是左手。